大家好，我是中都农业生产合作社马玉安。品牌故事就好像生命的故事，做好品牌与合作的串联，好像是牵起一个人的生命线。在本集的节目当中，我将会分享如何与各个合作伙伴穿针引线合作的故事，还有成立一个品牌 Soya Papa 鲜豆老爹的故事。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.3，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.7，田埂上的博士专栏节目，让我们一起成为推广国产杂粮的那颗种子。